面前是什么？是我们三星的新款手机，快出厂了，老哥。哇哦，我的妈呀，我的天哪！你知道吗？有一天晚上，我知道，在就下了播之后翻微博，我就看到了某品牌，就这个品牌三星，它出了新手机，对的，然后我就直接把这个图截下来发给旺旺说，我想了解一下。然后我当场啊，就是那个图旁边是另外一个，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做过那个折叠那一款，然后旺旺说你不是已经了解过了吗？我说是左边这一款，我想了解一下，美们，三星 not naughty。No, not 三星 Note 20，美们来了 ，Galaxy 三星 Galaxy Note 20，为什么我说英语怎么这么奇怪啊？他们老板应该也在看我直播，我要好一点。我跟你们说，我整个被种草到不行，这个手机完蛋，我竟然要变成三 C 博主，对，怎么办？我真的要变成三 C 博主。哦，跟你们说，今天晚上听说是今天晚上7:30。三星刚刚举办了新品的发布会，是的，所以这个手机今晚可以开卖了。其实它只是一些预售渠道，因为它正式的会在8月26号的时候才会开售。哦，8月26号才会开售这台手机，所以我们是提前了蛮多天，十几天了，蛮多天，提前十几天可以帮大家。你表妹是学霸呀 ？Yes。对，我们家总就是各有各的强项嘛，对不对？他英语好，我语文好嘛。是。开玩笑，开玩笑。下次要表妹来就是英语翻译好不好？我跟你们说真的很棒，好好看哦，我跟你们真的好好看哦。哎，我想要先拿一下，所以它这个是它的三个颜色，是这样子的，就对，它其实是部分颜色，因为还有两个颜色我们没有要到。哦，真的，所以我们还有要不到的东西。对，看到李佳琦的脸还没有那么的，就是没有那么的厚。它这次出了两个型号，一个是 Note 20 Ultra， 一个是 Note 20，所以就是有大的跟小的，因为它的这个摄像头，刚看个比较，哦，所以就是它的两个摄像头不一样，对，一个是瀑布屏，一个是瀑布屏，一个是就是有边框的正常屏，然后后面那个摄像头也不一样，一个摄像头比较小，一个摄像头比较大，对，所以好好看，我觉得很精致，怎么办？大的是6.9英寸，小的是6.7。大的是 6.9， 小的是 6.7， 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还有一点非常非常好的点是什么？你说，就是它的这个地方有一支笔，就是你知道上了年纪的我就很喜欢有这种带笔的东西。是，你看一按，哇哦，一支笔就弹出来了。然后它熄屏的时候也可以，哎，写字，哎，写字记录一些。熄屏的时候也可以写字，记录什么？记录你想写的就是情话啊什么的。对。然后呢？点储存。对，点储存，点保存，它就会保存进去。对，然后好棒哦！就比如说，突然妈妈说：“哎，今天给我出去买什么东西？”然后就开始记：一要买菜，二要干嘛，都可以。可以下一页，哎，下一页。然后再写，写完了之后就是哦，上下两页。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商务男女去用那台手机，商务男女。其实我跟你说，小女生拿这个手机也可以，就有一种开大 G， 就是反差萌。是，就拿出来这个手机，这个哎，这个手机拿出来拍，就是打电话的时候脸有多小啊！我的天哪，就是对比。而且你知道我是被什么吗？是被它的这个颜色所吸引。这个颜色叫做什么颜色？是他们家的，我记得是。我跟你说，这个颜色真的是把吸引到了，我觉得这个颜色非常美，这个颜色超好看，是叫什么颜色？迷雾金色，这个颜色真的好好看哦。这颜色很适合我，非常 very 适合我。哎，帮他拍那个大片，就这样拍，是不是？拍时尚大片就这样拍，真的很棒，非常棒。对，这是什么手机？三星的最新款手机，所以它还有什么亮点吗？就是这根笔，它还可以，比如说啊，就是拿在远处，比如说你给它做手势什么的，比如上一页啊、下一页都是可以的。包括你，比如说拿得远一点，比如说哎，支架在这儿，然后我们俩一起自拍，咔嚓就可以用这支笔。这支笔按哪里自拍？这里有一个按钮。真的？然后你比如说你打开相机，我现在打开相机。你举着我这支笔。哎，请那个前置摄像头。嗯，好。蛮做作的，讲真。好棒哦！哎呀 ，Oh my！ 哎，很棒哎。再来一个。真的哎。哎，好。就这种小细节很容易打动我，好棒哦！我的天哪，超级棒！哎，妹妹，我们没有就是收任何的钱去帮他做什么推广、做广告，我只是给你们打开新品秀，你们不需要这么的激进啊，好不好？你们不需要这么激进，我也推荐过华为 P30 的哦，只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华为 P40 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的好，所以我们直播间没有推荐华为 P40 而已，好吗？
美们，就是不好意思，我是真的客观的角度上去推荐任何产品啊，不要那么激进，好不好？我只是推荐新品给你们啊。嗯，我们后面哎，可能还会如果华为出了好的新款，我也一定会推荐给大家。哎，我也是从华为 P30 一直用到现在的呢。那个透明电视机。电视机，对啊，我们过几天就会有小米的透明电视机给大家做新品开箱。对的，不要这么激进，不要这么激进哈。对的，你们吓到我了，那我以后什么东西我都可能不敢给你们来做推荐了，对，好不好？对的，清楚了没有？哎，我觉得很棒，因为女生拍自拍的时候是感觉手没那么长，两个人露不出脸，而且每次会一拍就会抖。是的，你有那个笔的时候可以把它拿出来，就直接按一下那个笔，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对，而且它是 1.08 亿像素，其实像素也挺好的。1.08 亿像素，所以它像素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对，嗯。然后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它配件，它这一次出了两个蛮棒的配件，我感觉。是的，来，我来看一下配件。所以这个是耳机，它的耳机怎么像一个，你知道那个就是那个。那个豆子就是蚕豆，就是老奶奶给我们吃那种蚕豆。对，你可以戴一下。而且哎，它这里它不是入耳式的，它是入耳吗？想尝试 left and right， left 是左边，所以就这哎，完蛋，它怎么进去啊？就是你先插然后扣啊，可以戴。哎，看到没有？没有啊。哎呀，你看了，先插到对哦，就进去了哦。是可以听歌吗？可以听歌。哦，哎，音质还不错哎。可以了。很好哦。嗯，对，这个你可以试用看看。很好。嗯、你有在听？我有在认真听歌。我有在认真听歌。哦，很棒，很棒呢。哎，真的，我觉得这个耳机我种草了怎么办？这个耳机我也想拥有，我们一会儿会抽奖给大家的。哦，真的吗？嗯、我的呢？你的在路上。我的呢？这个倒要还给人家啊。我跟你说，我其实看的最想要 touch 一下就这个表。是你 touch 啊？你快。我现在很想 touch 这个表，真的非常非常想 touch 这个表。哇、wow, 来看一下，来喽。不行吗？这是什么？这是你哎，你还回去的时候，老板应该看到这个想要打你吧？这是你，不行吗？哎，你们看一下，你们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你的壁纸啊，这是，蛮可爱的。哎，这个表我跟你说很像时装的东西。这个表，这个表很像时装的产品。其实我最种草的是这个表，嗯，它那个这里可以，哦。滚动哇，是不是？哎，你知道吗？这块手表我跟你说就很像什么，你知道吗？就很像那种谍战片里面的，就是那种哇，就是对，冲吧，很多话，对，那个手表，哇、哦，哎，美美，你们知道吗？它这个手表这地方是可以这样转的，然后转的时候是那种很有质感，它转一下会直接抖一下，转一下会抖一下，就是天气啊、报告啊、连接手机啊、睡眠啊、跟踪啊、运动啊都可以帮你的一个健康的穿戴。好棒，我喜欢，我种草了这个手表怎么办？我也会抽给大家的。你啊，也会有送今天晚上。有的。Oh my god！ 是的。我的天哪，美们，华为也非常好啊，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华为 P30， 好不好？大家不用那么激进，谢谢大家。我也直播过华为 P30， 如果你们要这么激进的话，请下次我明天上华为 P30 的链接的时候，你们钱全部都给我买哦。真的是。没有，不用这么激进 ，OK， 我们只是分享一下全国各地的好东西而已，嗯、我们也没有去上三星的手机给大家做售卖，对，我们没有，而且我们还卖过，对不对？我现在自己在用的也是 OPPO Find X2， 对吗？可以了，好，好不好？我们下一个，对的，不用这么激进 ，OK， 我们大家都理性一点点，啊，理性，是真的，我觉得好东西要给大家来做推荐，好不好？谢谢大家啊！这个表什么时候上直播间？这个表我真的很种草，怎么办？我都不想脱下来了。这个表真的很不错，因为第一个我没有，就是这个表盘，我觉得它第一个就是你不去把它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像一个时装表，对，就有点像时装表，就真的是那种一线品牌那种时装表。然后你把那个表盘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哇哦，而它那个表是这样子转的，嗯，我会觉得这个转动我觉得很高级，对，也是触摸的、啊，嗯，也是触摸的，好棒哦。真的，我想要研究一下这个新品了，而且两个颜色，男生款、女生款都有。女生款也是他们家的柔雾粉的颜色，然后男生款是这个黑色跟白色，这个很漂亮。我们给大家近点看一下表盘，当心。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手表啊、哦。没有，
这样怪不好意思。你还知道好不好意思啊？对吧？你还知道不好意思啊？这个真的，哇哦，很漂亮。哦，我觉得真的三星这一次很不错，我喜欢，因为你知道它有，我觉得它照顾到了两种人群去使用，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喜欢瀑布屏，对吧？就是想要瀑布屏的话可以买瀑布屏的，想要经典屏的话可以买经典屏，哇，吴亦凡，为什么又叫吴亦凡？想要经典屏的话可以用经典屏的，就是大家有不同的选择啊，需求选择都可以。对的。嗯，而且拍照啊什么都我觉得还蛮智能的。啊、那我们抽奖，对的，这是我们的新品秀，我们抽奖，我们今晚会送大家。一台一台迷雾金的 Note 20的迷雾金，是而且它是也是 5G 手机，对 5G 手机，它也是 5G 手机，我们会抽一台 Note 20的 5G 手机迷雾金给大家，是还会再抽一台手表迷雾金的手表给我们的所有女生，还会再送三个耳机给大家，好吗？谢谢大家的支持哦，所有女生准备好了点击关注屏幕上马上弹出我们今天新品秀的抽奖弹幕。是的，三星这一次给我真的很大的惊喜。我们去年是开三星，开星开箱三星那个折叠手机、嗯，也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那我跟你说，这个啊，这个留指纹啊、这个对我说句心里话，这个黑色留指纹，如果我要买的话，我可能会买大的这个。嗯，我可能会买这个，这个哑光黑色很好看，或者我会买这个，因为他们家经典色嘛，就这一款。要是我买的话我一定会买这一款，对，老板现在立马闪送给我一台好不好，我现在立马出钱，真的我要买，我喜欢这台手机，但是定价我记得蛮贵的、这个、多少钱，就是贵了点，贵了点，多少钱啊啊？9000多，那个六点七英寸的是7399，六点七英寸的是这个，对不对？是，对，7399，是我手上拿的这一台是9999，已经售罄，就是、定价不是特别亲民啊、定价不是特别亲民，因为它是做的那种旗舰款那种商务机那一种、嗯，但它真的好看哦，真的我觉得很棒，非常棒，我喜欢。好了，我们抽奖喜欢弹幕弹对的好吗？谢谢大家，抽奖弹幕已经抽完了是吧？马上抽还没有抽吗？好，来三二一，我们抽奖弹幕来喽！是的，抽奖弹幕已经。是的，抽奖弹幕来了，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是，大家可以九千多，嗯，九千多，这个是贵的，我也觉得有一点是贵的，但是我觉得挺好的。就如果经济条件有允许的话，可以去买买它、嗯，因为我觉得做手机啊，或者做所有的产品，一定要是有新的东西，是对吧？有趣的东西，而且我今天很种草这个耳机跟这个手表。我更种草，我如果要排序的话哦，我第一个就是我可能最想买的，先是他们家手表。对，然后再是手机，再是耳机，我很吐槽这个手表怎么办？我特别吐槽这个手表。好啦，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哦！所有女生，大家可以多多的，就是去跟我们一起互动，然后大家可以去中奖的话，联系我们的二号客服，然后我们会送在30天工作日里面送给我们中奖的女生美眉们。是，好啦，今天我们还有第二个新品秀，我们今天还有第二个新品秀呀，来喽！所以这个品牌叫做。妈，你他在去年双十一找过你，我妈还去他们家店铺买过裙子。哎，我阿姨是，对，我妈也是妈你的粉丝，而且我妈觉得妈你的包，我妈妈觉得阿姨的包，我妈妈觉得妈你的包很好看，很好看，她那个风情包 yes 他们家风情包很好看，我们今天开箱妈你，所以这个是他们家最新上的一个新系列吗？他们家叫做就是毛茸茸系列吗？羊羔毛系列的包包，对，啊，他跟什么 UGG 合作，美们 ，Marni 的羊羔绒包包来了，拖鞋好看，嗯，我也觉得拖鞋好看嘞。需要我上脚？但这个拖鞋夏天应该会很闷吧？需要我上脚吗？需要你上脚，需要，那你去帮我上下脚吧。但这个颜色呢，有一点点亮。我说句心里话，这个颜色有点亮。那它的五金好扎实哦。就是我怎么用扎实来形容一个包包的五金？就感觉是可以打人的那种。我跟你说，这个不是可以打人，就是感觉什么，你知道吗？就感觉就是你看过那个特工没有？就是史密斯夫妇，就从楼上跳下去，就这样滋滋滋就下去了。这个就是有一种那种练那个，很像那个吊环，或者就是这个练那个，这个是扒开的那个体操。但这个真的，这个五金很重，这个五金很扎实。嗯，而它还可以斜背耶，它可以斜挎，是不是？应该是可以斜挎的。是的。但是我觉得这一个白色的还蛮好看的，对吧？这个白色的好好看，而且我觉得在冬天的时候很好搭。你搭羽绒服这地方就很可爱，就这样提着很可爱。然后包括你就是自己就这样拎着也是很好看的。是。包括你就是冬天的时候搭一些风衣的话，这个颜色，这个，所以这个包包多少钱？我想先问啊，16600块。写在上面让我看。
16600块呢？我觉得，就是不差16600块的女生可以买，因为确实是第一个，就是可能是真的很了解这个品牌的人才会知道它是 Marni， 因为它没有 logo。哦，对，对吧？第一，它没有 logo。应该是有在哪里找？在小袋子里，就这样子。哦，它还会有一个小袋子，就这样走，所以这个小袋子可以出来放出来的哦，就像吊在旁边的小袋子哦。它这里有一个小袋子，可以有一个 Marni 的一个 logo， 16600有点点贵，我觉得有一点点贵，因为羊羔毛，但是它里面是皮啊，对，它里面是皮啊，里面应该是，我觉得女生应该觉得好看的话，还是会买16600。嗯，我觉得它是确实是很好看的一个，因为它这个五金是树脂，它这个手柄这边是树脂的一个手柄，它很硬，你听可以砸吗？对不起，你砸塑料自己买单的哦。Oh my god， 先放。它这个手柄是真的很重很扎实，那种树脂的一个手柄，而且是那种弧形的一个手柄，就是我觉得配这种比较重重的那种面料会比较的搭一点点，对吧？如果它这个手柄不是这种手柄的话，它配这个也是没那么的搭，我会觉得没这么的搭。嗯，还蛮胖的，蛮好看，蛮棒的，不胖不胖，蛮棒。首饰，看一下首饰。我想让你先试一下这个鞋。你现在穿去好不好？你去穿一下，因为毕竟你是很会种草鞋的一个女生。我们来看看首饰吧。所以这个是她的耳环，这一对耳环蛮好看的。说句心里话，这个是耳夹，所以就是这样戴的吗？是不是？就是整个就是戴到这个地方的，对不对？它有耳夹呀。就是这个地方夹这个地方嘛，对吧？哦，这一对耳环还蛮好看的嘞。这一对耳环我猜多少钱？1500左右我会买，因为它毕竟有这么多颗钻。2380 ，Marni 我觉得也值得这个价格了。这对耳环蛮好看的，我觉得这对耳环蛮值钱的，这对耳环很好看。哦。它是用的一些回收再利用的材料，是很环保的一个材料。试一下，我没有耳洞，我耳洞堵住了，这夹就是戴不了，不好意思。这个很好看，真的好漂亮，很漂亮。这是树脂，对不对？树脂。还有这个给你们看一下，我觉得这一对的话，应该也是那种比较复古的女生戴上去应该也是好看的。这对是那种树叶，所以这一对多少钱？2380，有一点点贵。对，它是银的吗？它是铜的还是银的？OK， 这对有点贵，还看看还有没有首饰。所以这个就是树枝加树叶。哦，它可以这样，它是这样的吗？哦，它是耳夹款。它是耳夹款，这个我觉得有一点点太夸张了，太多了元素。我会觉得第一个树叶的更好看，树枝的更好看，这个有点元素过于多，而且会重重的亮亮的。嗯，有点负担感。让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个项链，也是看一下他们的项链。这个项链的话，也是一个树叶加树枝的一个项链。这个项链多少钱啊？3990。Oh my gosh！ 我觉得吧，就是3990可以买一个包包啊，可以的吧？买个一线品牌的 G 开头的包包也是可以买到的吧？找个代购买3999，对吧？小一点点的4000块钱差不多可以买到的啊。有点贵。好了，我们看一下旺旺试穿的鞋。切一下画面，我们看看旺旺试穿的 Marni 的鞋，它是小牛皮拼接羊羔毛的凉鞋。好看，凉鞋好好看哦。就是你问你现在你可以当脚模，你就是不要出全脸，全身出镜。好好看哦。这鞋真的可以，多少钱啊？6000多。6800。先穿一个。但是好看。对，穿一会儿。要不这个就生日礼物吧。啊，我生日礼物这么多也不太好意思了。这个很好看。这个真的。你可不可以把那个脚换这一只鞋？要换。还是说那个穿不下去？穿不下去。Okay。 他们家其实这一双是一直都有的款，然后但是做了其他的延伸。哦。这个鞋怎么办？好好看，我这个鞋好好看。我觉得。你说这个鞋有多显你脚踝细吗？我看出来了，就是啊。哎，我跟你说，其实说句心里话哦，其实说句心里话，两双比的话，这双更好看。啊，真的吗？是的。
两双比这双更好看，为什么？那个有点像麋鹿。不是不是，就那个你穿了就会有点像鹿，就是感觉那个脚巨大无比。但这双更好，这双更好看。很可爱，你知道吗？女生应该，你知道现在你脚像41吗？哎，你看你的脚跟我的脚像一样的，你现在你脚像41码的脚。不是不是，你鞋大就会显得你的脚很小，懂不懂？我跟你说，第一个是好看的，第二个我跟你说，第二个就是这个很好，这个很高，很干净，很耐看，真的这一双很干净，很耐看，好吗？这双真的很干净，超干净。然后有女生说，她说夏的冬天的时候可以穿双袜子，对，就相当于一个冬天的鞋子了，秋冬的鞋子。就是靴子了。哦，是的，可以。哎，种草了，我种草了这双鞋，我觉得这双鞋很好看。我觉得妈，你这双鞋真的很好看，这两双都还不错。我觉得女生在你在线下会这样去叫纠结，到底要选哪一双吗？超不会啊。你会纠结吗？到底要选哪一双？就纠结到死掉那种纠结。然后就一起走掉，全部都不买。如果一定要你选一双，你会选哪一双？这一双，所以一定要你们选一双，你还是选第一双好看。但我觉得大家，你看很多人都在刷。第一双好看，这双好看。这双好看啊！这双就是亮点，但这双是高级。这双就是你穿一次，别人就知道你穿了第二次。这双就是你穿几次，别人都不知道。这双穿了之后就会从白色变到黑色。Yeah。嗯，这双我觉得更，如果就是这一双就是时髦性会更好，嗯，然后这一双就是实用性会更好，对对对，嗯，因为这一双第一个就是亮点太过于明显，它就是第一个不好打理，第二个容易脏，第三个就是穿了就是大家都记住了，那这一双是你穿几次大家都会觉得哎很好看，它比较百搭，嗯，好吗？很好看啊，很不错，对的，我喜欢第二双，旺旺喜欢第一双，嗯，好吧，我们的今天晚上的新品秀就开完喽，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明天晚上。是休息的，我们后天晚上8:15。